有一只狼，它的名字叫阿辉，它很笨，它常常欺负其他的小动物，小动物都怕它。有一天，阿辉对小公鸡说：“我的兔子饿了，要吃掉你。”小公鸡很害怕，请求阿辉晚上再来。阿辉点点头，同意了。小兔子、小猴子，他们知道后，一起帮小公鸡想办法。想啊想，他们终于想到一个好办法。他们在小公鸡家挖了一个